全港的，开4年多了。泉州买2套房。全港一套，我们泉州一套。这就睡4个小时。一天就睡4个小时。对，其他时间都在煮。营业的话是正常是11点左右营业，因为要备料备到11点。那你们就11点一直做到晚上凌晨1点都没有停过。然后你老公自己送吗？对，我自己送。进了自己送。哦，豆芽、生菜、木耳、金针菇、千张、香肠、豆泡、安全蛋。如果说底料这样的加粉面不加肉的话，是8块钱一份。要送多少份？你这？差不多1200份吧。来，这个生面来，娃娃的这样。这个娃娃了。10来年了。来泉州市区这边就10来年。对，那你不是说店才开4年多啊？因为我那时候在那边打工啊，打散工啊。哦，做砂锅就是你老婆？我老婆去学的，我后面后来帮工的。这个是细米粉，然后这个是地瓜粉，这是粗粉，这是中粉，这是酸辣粉。那泡面味道？没有进过去。可以直接把这个路给堵死。真的啊？真的。能等那一等2、3个小时都有。一桶的时候，老位置，对，都是老公的。但是基本上来，我们都会跟他说。第一个是肥肠，然后鸡肉、排骨、排骨，然后瘦肉。这么多排骨啊？对，这样的。对，多加肥肠。你看那个两个人，坐楼上。那现在有在泉州买房了吗？哦，刚买了，已经第二套了。啊？第二套了。泉州买2套房。全港一套，我们泉州一套。趁着年轻多赚点钱。对。以后老了还好养老，是吧？淡点，快点，能忘记点，能忘记点。你今年多大？看着有点年轻。我30几岁了，看不出来我年纪哦。看着像25岁的，帮我说年轻的，太年轻了。我们吃过的苦，别人可能还没体会到。所以说，什么脏活累活都干过。有摆过路边摊吗？今年刚开的时候，我出去万达摆地摊，然后从11点摆到凌晨3、4点多回来，7点才能睡觉，睡到10点就要起来干活了。你肉很多，你肉，因为它是煮清汤。你们刚才在聊这个扁肉是吗？对，扁肉超大颗的。鸡不怕扁肉。